一个吗？我就干你啊！我干你！干啦！我干你！干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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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啲混珠大晒啊！哎，是啊，有两个都不认得了，即是时光飞逝，即是摆得好紧要，即是拍完都不够一年到，他们已经打得太快，同埋今日见翻四个混珠珠出现咧，又令我想翻起拍摄的时候嗰种混乱，系，大家都会见到，即是小朋友是最难控制的，咁啊，我每一次见到他们咧，即是拍戏的时候咧，都总是会索晒气啊，即系，哎呀，即系又会出汗啊，其实已经湿晒成个人，我每一次要控制他们都会湿晒嘅，系啦，练到你啲脾气咧，反而，哎，真系嘅。即是小朋友在你身邊，同埋即我自己有仔啦，即有小朋友的家長咧，個耐性是特別好的，因為你其實你冇耐性咧，係即控制不到佢哋嘅。咁同埋即又諗翻見到眨下眼就二十集就完啦。咁啊，依個過程是一個好奇妙的一件事咯。即眨下眼就過，又見到佢哋大，即啲豬豬係見證住我哋 B B 來了，一直拍攝。你諗下又帶埋，即係一個好得意嘅旅程嚟嘅，係咯。冇諗到啲 B B 嘅題材都咁好嘅，其實我哋開頭估係一啲新手爸爸媽媽，又或者一啲媽咪會睇嘅啫，但係又冇諗過原來一啲外母啊、一啲媽媽、一啲奶奶啊係會睇，同埋亦都冇計算過係即係第一集個收視咁好，亦都能夠 keep 得到去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好似係28点以上，即係依個係我哋估計唔到嘅。咁同埋我哋而家坐，好似喺同阿編審啊監製去坐，原來佢話：咦，原來新手爸爸媽媽兩一個咁嘅題材係可以撐得起20集，咁所以可能佢哋密謀即係寫啲即係 B B 來了嘅幼稚園篇啊、小學篇啊、中學篇啊，咁可以策劃下呢個。係啦，其實可以策劃，即係佢開頭都擔心新手爸爸媽媽要撐20集，其實撐唔撐到？咁啊，原來係真係撐到，原來真係事實又證明，原來側邊而家越嚟越多朋友啊係生緊 B B 嘅，係咯。同埋偶然一啲咁嘅貼地嘅劇集，原來觀眾係中意嘅，咁偶然一兩部係幾開心嘅，係啦。